县府举办员工健走活动，其中飞跃羚羊暨政和邱县长也身体力行加入健走行列，用实际行动来推广健走。县府员工携家带眷一同来健走，他们从台三线出发，一直走到北埔国小，中途还备有补水站让大家补充水分。一路上穿越高低起伏的羊肠小径，时而漫步花香树林中，在翠绿山林怀抱下接受大自然洗礼，终于抵达终点了。县府更是贴心准备低卡素食便当让大家享用，走完一趟直呼身心舒畅，很棒啊！然后可以亲子活动，然后让小孩看看风景。对于这个我们员工身心健康及这种观念能够普及，让大家能够说去接受这种健走，强健身体。平常我们都比较少动啊，身心非常愉快，然后又可以看到风景非常漂亮啊，然后我们健走又可以消耗我们的那个热量啊、脂肪啊，然后造成对身体健康非常好。大家健不走，健康走，让你福气到好运到。当然今天可以说是天高气爽，天气也不错，在沿途中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北埔，我们涂乡长打造的这个好山又好水。一直以来县长大力在做的事情，就是不仅是在我们国内在推销新竹，而且是在国际推销新竹县。各位，我们要推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呢，一个元素，就是推销新竹县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邱县长和纪政还一同在健康有保固的旗帜上签名宣誓，每日一万步健康足赞，呼吁全民一起来健走，为打造活力十足的健康城市来努力。万步有七喜，福气到，好运到。